啊，不过这家公司的薪资差异没有很大哦，不像一般现在公司新进员工的薪资哈，跟那个可能高阶的主管哦，薪资其实差异性还蛮大的啊。因为好，不过有些是秘密啦，你也不能知道太多哈。所以像有些同工不同酬啦哈，这有时候只是因为资深的关系啦哈，给的薪水。可能资深的可能有时候领到 double，甚至还有好几倍的可能性啊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如果说我要统计什么，统计那个这边工资里面前三加起来的，啊，跟后三加起来的相差多少了啊？反正例如这样子，那我要怎么知道前三跟后三？那当然你可以几个讯息嘛。第一个，我要先知道后面三个，我刚刚有提过哈。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Lodge 的方法啊，你可以猜这个是最后的结果，但实际上哦，像一般的公式哦，其实多半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啦。我是建议你可以分阶段哦，比如说你可以先用逻辑推，第一个你先需要知道什么？需要知道其实前三，那前三的话呢，其实哦又有三个，那可是，在加总的时候需要给他一个条件，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条件当成，比如说。你就是，如果前三个的话，那我们刚刚不是有大于，或者是小于或等于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怎么样找到那个第三个那个人的薪资？第三个哦，那只要第三个大于等于第三个，那就是前三的嘛。大于等于第三，那不就或者大于等于，你也可以找第四个了。大于第四个，那就是一二三的哈。所以那个逻辑怎么下来就看。所以我这边逻辑是。我如果大于等于第三个，那就是一二三的嘛。那同样嘛，小于等于后三，就是我先抓到什么？哎，倒数第三的，那只要比那个倒数第三还要低的，那表示就是最低的那三个了哈。OK，所以逻辑上我可以分两个，第一个我先找到倒数第三啊，跟这样最高的我用 large。那这个蜡炬哈，它是放在统计里面，所以你在统计里面找一下。那我刚刚有用过，最近使用过蜡炬，好，然后呢，特别注意哈，我跳错了，啊，超函数，找到蜡炬这一个，第一个他要问你说，哎，你的 array 范围给我一下这个范围，那第几 k 的话是第几大蜡炬哦，好，OK，第三大。所以它是一二三，它就帮你挑出这个范围里面第三的，它其实就排名嘛，排第几个，排第三的。好，第三的话就是这个数字，第一个我找到它，第三个，再来我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之后做什么？再插入 sumif，哎，sumif 就是，哎，我要查的，我需要加总的是哪一个范围？这个范围，OK，我要判断的范围。那，其实我要判断的范围跟我要加总的范围如果一样的话，那第三个条件可以省略。OK，好，那这个条件当然你不能直接贴上，你必须要在前面加一个什么，大于等于。可是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能直接打这样子，一样嘛，你的那个只要是一个字串，对不对？我前面讲过了，它是一个字串，字串如果要跟你的那个函数串接的话，记得要先给一个字串。再加一个什么 and 的符号，这样才 OK 哦。哦，特别是哦，这个地方应该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哈，反正就是大于等于后面那个，那大于等于就是它是第三，大于等于是一二啊，等于的话包含上，就一二三全部加在一起，所以按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全部加在一起的话，哎，前三大概就是，这个10万多了哈，OK，好，那后三的话呢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啦，所以其实哈，只是把这个什么 small 的话呢，有没有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三个指的是最小的倒数第三呢？啊，倒数第三，那将来当然我可以怎么样？如果条件是怎么样？如果是小于等于。小于等于哦，OK，因为比那个这个倒数第三的还要低的话，那就是第二跟第一的嘛，OK，倒数的哈、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算出来把它打勾，它就会帮你全部加在一起的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前跟后的三个那个工资的计算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如果要算前三跟后三的加总，
那很简单嘛，你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，把它复制一下，再另外把它怎么样加到加号，有没有？不就把它串在一起？这样打勾之后的话，就是什么？前三的跟后三的，好，把它加一起了。OK 哈，所以这里的话呢，等于是多了解一个就是统计方面的，就 large 好，跟那个 small。OK， 这两个其实用到的几率还蛮大的哈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关009的前后三名公司的总计说明哈。OK， 那这个是补充的，另外还有一个。云端上也有一个是那个宜兰的，跟比如宜兰苗栗跟宜兰的人口总数，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哦，这边有宜兰跟苗栗，哎，这边有地区职工人数，那当然我是希望怎么样，如果这里面有关键字是苗栗的话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或者应该是讲说苗栗，不过你会发现哦。应该是苗栗开头的，有没有苗栗？这边有苗栗，另外还有宜兰的，所以、哦、其实这一题、哦、你也可以把它拆两个部分来看、啊、先找到苗栗的，再去找宜兰的，再把它怎么样，加在一起就好了嘛。所以这应该跟前面那个还蛮像的，等于是前面两题的综合吧。找苗栗怎么找？苗栗星号就好了，因为反正开头是苗栗就 OK 了。然后把苗栗找到了，再找宜兰，两个再把它加起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OK， 应该可以懂了哦。那其实答案哦，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来哦，云端上我有把那个最后的答案都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。那刚刚这个有没有007、009、011哈、哦？这些题目都是从我那个第一次上课介绍那个468招里面的那个题目截录出来的。哦啊、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里面有468个范例题、哦、你没事的话你就、做一直做吧，468个全部做吧，我想你应该函数应该就非常的强了。 OK 那、哦、以后遇到问题就很轻易的可以把它解决了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、哦、这个是009跟011。 OK、哦，那这个是等于是那个3MIF的一个算是比较进阶的应用吧，齁。